他的一个是叫你买点数吗？对，不认识的网友，然后啊，那就是诈骗了，买点数就是诈骗了。对，你看、啊、你都还没讲，我就问你是买点数，对啊，那、啊、你有买的吗？你不就是被店员？还好，还好。其实你不用讲，我大概知道，应该是在交友软体上面加到的，对啊，你看，你都不用讲，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讲，这是诈骗，对啊。不是说不能用交友软体，只是说目前就是诈骗集团锁定这一块，他锁定所有的交友软体，哦，他会在上面用尽任何的话术，可能会先跟你加好友嘘寒问暖，然后叫你们用 LINE 聊天，然后可能有些会跟你说，要见面的话可能要先买点数，然后先做什么保证金之类的，然后不然就是说什么他有在投资什么，然后可能会问你有没有兴趣，然后就会拍贴他的获利给你看，可能跟你说啊，我这个礼拜又赚了20万、30万，然后贴给你看，拍钱给你看，让你心动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厉害，我想要学之类的，那个都是诈骗，那个都是钱丢进去都回不来。